兔年怎么？兔子跳得高、哦，还是兔子？我不是叫你要想兔的吗？阿皮东，不用讲了，不用讲了。哎，你们两位要想兔子的、啊、吉祥话、啊。前途似锦，好吧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就没有哎。那就都给金明提的。对啊。来，谢谢兔年金榜题名啊。啊。吉祥笑了，不一定要吐了。随便啦，讲什么就好笑话。好。大吉大利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金明题。金明题。就。没有。你有对啊，你这样也可以啊，最小的。新年快乐。嗯。现在刚老爷。哈哈哈哈哈。那么学问。前途似锦。哇，这么有学问！赶快再想吉祥话啦！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随便拿来。吉祥话，吉祥话，这些已经好了，来。嗯，谢谢。啊，这好没诚意的。那你至少谢谢奶奶呀。哦，金伯廷比较会讲，金伯廷再讲一个新的。他都偷看呢、啊，不是你看他，看小抄。来，祝你长命百岁。哇哦，金伯廷真会讲话。